想穿窄裙，然后喇叭裤宽的感觉，通通都可以。那你看一下他们的上身，每一个都很明显的瘦瘦小小的，它可以当外套，一样可以当上衣哦。所以呢 ，S 号跟 M 号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，而且它一样可以很显瘦，很不一样的配色感哦，非常非常精细，是用小专机绣的。然后呢，三颗扣子你可以打开来当小外套，长度其实我觉得不算超短版，你看背后其实是蛮标准正常的，然后都空间感都很十足，这边是完全不会紧勒的哦，所以不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它这个织法啊，就帮大家做比较密一点的那种针织感觉，但是呢它比较薄，所以呢比较适合春夏来穿。